好，再来看到全球现场今天要关心哦，在这个二十大之后，现在多国领导相继来访问北京，更多重点内容把时间矫正。好，大家午安。从现场，我们先带你来看到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呢，大陆也是密集邀请了多国的领袖访问中国大陆。现在分析就指出，二十大之后的访华潮已经揭开了习近平他在二十大之后的大外交时代。好，打头阵的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他其实在10月30号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他行程，当时他也访问了北京，跟习近平来举行会谈。习近平就表态说，要进一步发展的是中越关系，而且要共建一带一路。他特别也强调说，不要让任何的势力动摇我们发展制度的根基。好，阮富仲呢，他的回应就提及了，当然了，也是重申越南是坚定一中政策，不跟台湾发展任何的官方关系。再来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在2号的时候，他是访问了北京，而中巴双方签署了这个加强版的安保方案的备忘录，还有包含在一带一路里头大大小小的20多项的新的合作协议。根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其实这一趟行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寻求的是债务减免，因为他们最大的外债的债主就是中国大陆。那么习近平他也重申会推进中巴在经济上头的一连串合作。而另外来看到的，这是德国总理肖兹，他其实也计划在明天，也就是11月4号的时候，会率团访问中国大陆。而值得一提的是呢，他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 G7 领导人。彭博社就报道，就说呢，肖兹他会率领一个高级商业领袖代表团随行，而里头有非常多德国重要的经济命脉的这些公司哦，包括了德意志银行，还有西门子跟福斯汽车等高层。但是呢，其实肖兹访问北京的前夕，德国媒体商务日报他们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报道，就说呢，肖兹他即将要批准的是中资要收购晶片制造商 Elmos。这间公司它其实是德国半导体的一个产业公司，他们为了是要突破的是美国晶片的封锁。当然，欧盟现在里头有一些声音了，就批评说肖兹这样的举动会不会太过于依赖北京呢？但是对于种种批评，肖兹是回应说，在符合双方利益的状况之下，会寻求跟北京的合作，而他也强调不会忽视大陆的争议。当然，他所说的这个争议的部分，就是在人权上头了。好，其实呢，在美国今年10月就对大陆晶片采取出口管制的措施，并且积极敦促的是盟国也要跟进。传出现在日本政府也打算要跟进。日媒日本经济新闻就引述相关人士做出报道，就说日本政府现在考虑跟从美方的意向，目前正在探讨日本可以用哪一些美方已经推出对大陆出口管制的措施，并且同时间也会关注欧盟、南韩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但是日本的业界的人士还是担忧的，假如说大陆生产高端半导体受到阻碍，对日本生产的专门制造半导体设备的需求的话，有可能就会减少，当然有可能会冲击到的是整个后续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持续关注的是美国其中大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举行了，那拜登也在当地时间2号他发表的是一个大约20分钟的重要演说。他表示这个登场的其中选举是民主的决定性时刻，同时他还谴责政治暴力，要敦促选民保护民主。American democracy under attack because the defeated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fuses to accept the results of the 2020 election. He refuses to accep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He refuses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he lost.He has abused his power and put the loyalty to himself before loyalty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he's made a big lie, an article of faith in the MAGA Republican Party, the minority of that party. The great irony about the 2020 election is that it's the most attacked election in our history. And yet, there's no election in our history that we can be more certain of its results.Every legal challenge that could have been brought was brought. Every recount that could have been undertaken was undertaken. Every recount confirmed the result.再要关注的是，北韩在昨天是狂射多达25枚的飞弹，这也创下了历史性的纪录。
估计其实当天北韩发射飞弹这些最高费用大概是达到7500万美元，大约是台币24.2亿元，这其实等同于北韩疫情之前向大陆进口稻米一整年的开销。而南韩军方是派遣了战机升空，并且发射3枚飞弹来进行反制，但没有想到呢，北韩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又再度发射3枚弹道飞弹，引起了日本部分地区的警报大响。而现在外界就很担忧了，除了是抗议美韩联合军演，其实北韩接连连日以来的一些大动作，也可能是为了新一轮的核子试验来铺路。空袭警报大响，划破早晨的宁静。北韩再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发布警报，要求宫城、山形、新舄县3个地区居民避难。而这已经是2天来北韩第二度发射飞弹挑衅。また7時40分頃に発射されたものは、日本列島を越えて飛翔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と探知しましたので、J アラートにてその旨公表いたしました。北韩2号狂射飞弹，从当地时间上午6点51分开始，向西部海域发射4枚短程弹道飞弹，8点51分再向东部海域发射3枚弹道飞弹，其中1枚甚至落在北方界限以南的东部公海，非常靠近南韩领海，是北韩弹道飞弹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入北方界限以南海域。北韩又紧接着继续发射10多枚飞弹，同天下午4点开始，又在陆续射了6枚。光是2号一天，北韩就累计发射多达25枚各种飞弹，创下纪录。南韩军方也派出战机升空，并发射3枚飞弹进行反制。This new president, President Yoon, is a very hawkish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and so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ve been very quickly responding. 尹锡悦上任以来，北韩已经16度发射飞弹，推测这次大动作剑指美韩联合空中军演。外界也认为这是为了新一轮核试验。Our DPRK policy remains th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we continue to be open to diplomacy. 白宫国安顾问科比表示，美国一直都在关切北韩进行核试验的可能。不过被问到北韩可能在何时、何种状况下进行，科比却没有明确答案。而国务院也警告，如果北韩进行核试爆，将付出沉痛代价。Our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PRK is covertly supplying Russia's war in Ukraine.With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artillery shells. 科比指控北韩将武器送往北非和中东，但事实上最后流入俄罗斯。这除了显示北韩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意味着俄国面临军事物资短缺。科比表示，北韩的军援规模还不足以撼动战事，但美国将持续严密监控。记者刘佳宇报道。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它蛋白质是鸡肉啊，是牛肉还有虾的3倍，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快点购，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